上个月同台湾珍珠奶茶店老板签字结婚嘅庄思敏，身份无奈就同老公分隔两地啦。系啊，因为佢喺台湾，咁台湾就而家冇办法嚟香港，因为咁我亦都冇办法去台湾，所以就而家未可以见面住咯。而家真系都系靠 FaceTime 嘅，咁就不过咧就即系因为大家都冇乜出去啊，即系冇乜活动嘅时候咧，就变咗倾偈咧都开始冇乜内容啦，因为平时。傾偈嘅內容都可能我圍繞住生活啊，分享一下你今嗰日發生咩事啊，所見所聞啦、啊。咁啊，而家咧問親對方咧做緊啲咩啊，我都係答案都係瞓咗張牀度睇電視咯。係啊，而家已經去到係要分享劇情啦，即係佢揀一套劇睇，我揀一套劇睇，然後就將劇情大概咁樣講俾對方聽，咁啊，同埋每一日就將自己食嘅餸啊，都係盡量同對方分享一下咁樣咯。因為真係冇辦法出街，又冇辦法見面，咁你又已經好似冇乜話題咯。至於佢嘅爸爸媽媽仲有一個妹妹都喺馬來西亞，喺呢段抗疫嘅日子裏面，阿妹就學識咗隔空猜妹，即係 online FaceTime 去猜妹啦、飲酒啦、玩啦，同啲 friend。我有試過一次啊，但係我真係覺得太無聊啦呢件事，我真係唔得。跟住我又玩咗幾分鐘，我就哎呀唔玩啦，睇電視。